手指卡进绞肉机，女肉贩痛得哎哎叫，卡得实在很紧，消防队锯子铁锤都用上。好不容易脱困，女肉贩却在看了眼自己血肉模糊的手指后当场昏倒。不只是痛昏还是吓昏，但情有可原，被绞断的手指怕是很难再接回去。天气炎热的情况，他有点分心，他都把那个肉放在那个绞肉机里面，手工已经拿出来按了开关。只因一时疏忽，重庆市场绞肉机咬断手指，令人心惊。印度则有电扶梯吃人，只见这个戴着白手套的人下半身已经深陷疑似正在维修的电扶梯中。其他人赶来救援，他一开始还会动，到后来可能体力耗尽，被救出时已经无法动弹。机器虽然方便，一不小心就可能引发难以挽回的悲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